我想看一下。我再重来一次，看一下啊，会有感觉，会比较像。太好了，哎，你字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登录神秘名牌一号，红牌二号。耶，还没来，我这椅子移开吗？千头万绪，我想说，我现在除了摸肩膀，我还可以干嘛？然后抚摸他的手。因为我觉得你好像，比如说，就算我有伤痕，你抚摸我伤痕也很怪，对啊。对啊。如果是情侣还好，还是就眼睛。对，我可以情侣好。啊，然后最后一步就是这样。我快招架不住了。哎，来，等一下，不是应该要这样子吗？新来的君子。哈哈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彭振。是我们现在在拍的 MV 呢，是后命运不服命运的这个 MV。那这首歌曲呢，是这一次我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词曲创作。是，然后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写的灵感，主要来源就是彭振，因为其实在他的第一张作品那个时候，他有跟我邀歌，对，然后把他的故事也跟我讲了。但因为呢，就是一直没有写出来。所以其实有啦，就是一直都有那个灵感，对，一直都有那个灵感在，然后心里面萌芽，对的。但是这个灵感终于到今年才把它完整写出来，对，开花结果，对，然后就不给他说，自己唱。没有，但是因为后来这首歌曲其实说确定要说之后，我就有想到说，那我就来邀请彭振一起唱，因为既然也是他自己自身的故事，是对，因为他就是在描述一个烧烫伤的，可能。从事情发生之后，然后到整个过程，因为你那时候你有跟我讲，你其实觉得心里很煎熬，然后有时候都觉得生不如死，而且你又要再经过那一些，比如说处理伤口啊、清创啊、清创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当中其实有几句歌词啊，就是心哭会魂啊，然后心来会魂啊，然后破碎灵魂，就是因为。我觉得这个烧烫伤这件事情，其实是身心灵各方面的一个伤害，一个伤痕，所以就把它写进歌词。然后后面那句是“卡疼也疼未过，你感动的温柔”，就是因为你那时候有跟我讲说，你觉得对家人觉得很不好，很抱歉，因为就觉得说还要让他们这样照顾，然后家人看着你的那个眼神，你就会觉得好像。心里就会更心疼他们，这样就是更觉得抱歉。对，就是心里的那个疼痛，可能还远过于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疼痛，这样对。所以，我就把这个算是心路历程，把它写成这首《红苗文》，然后希望这首歌也可以
陪伴你们，给你们更多的鼓励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《好命运》。辛苦的魂，心内的魂，破碎的灵魂，脚痛也痛不过你眼中的温柔。辛苦魂，心内有魂，我不好命运。